学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闹心。一想到咱们要去游乐场，最想去的方宇却去不了，有点为他心疼。方宇学姐想去游乐场，她跟你说的？怎么可能？她那么傲娇，怎么可能当面跟我说这些啊？是我无意间发现的。有一次，我搭她顺风车回家，结果她时不时就往外看，你知道看什么吗？就是看外面游乐园的广告牌。 怎么，你不信啊？哦，也不是，只是难以想象，像方宇学姐那样的家庭，应该是想要什么都能得到，为什么会特别想去游乐场呢？这就是方宇的心酸喽。他跟他弟弟啊，从小就接受接班人的训练，所以哪有时间去什么游乐园啊？唉，有谁能想到，外表看似光鲜亮丽，什么都有，其实啊，连一个小孩子的梦想都不能实现。所以说，我很心疼他呀。